哎，这是新华沙盖的是很现代，老华沙是很古代。今天呢，买了一公斤的这个草莓。我在布达佩斯没吃到几次，这个草莓的季节就过了。这面天气冷一些啊，草莓下的也比较晚。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草莓啊会不会不甜啊。还有这边离市区是相当远了，公交车很方便啊，基本上就是一天是单程是3块，回来也是3块钱。你也可以选择不买，因为没人查票。但是我胆子小啊，今天坐了一半的车，然后我下车看了一下体育场，现在整个人呢太累了。哎，因为从体育场走回来能有个6-7站啊，太远了。这面还是偏，好在是公交发达。回去之后写我的论文，然后把这个草莓吃了啊。哎，到家了，就在这边。大 plus 啊！这面这个小胡同吧，还不太好找，它是2条街。我之前来的时候是从这条街过来的，这条街。这面在盖楼吧？哎呀，双腿太累了，现在。华沙这边的感觉呀，简直跟瑞典差不多了，啊，高福利，这就是这个东欧人的特点。你政府想给我多收税，那没门都没有；你想给我降福利，那也不行，哈，给政府逼得没法。不像某些国家的政府啊，拼命的给老百姓减福利，然后这边税猛收，啊。其实我们那个宿舍楼，那个鳄鱼就是我们那个宿舍。这是这个楼，还挺新。哎呀，这面正在新盖的，这都是。呼，到家喽！今天是真累了。哎呀，到家了，二的自动，这个按一下铃吧。哎呀。Hello. Ooh.